今天呢，带我老婆来这边吃她的生日大餐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这边就是大直的点华。那有一个丰富的宝贝，里面很丰富哦。吃饭就能免费停车吗？对。那我们就坐电梯上去喽。是几楼嘞？在一楼。那我们刚刚去花卉了，要先去花卉。然后他刚说今天有焗烤龙虾买一送一，然后349块。买呀、啊！买呀、啊！你喜欢龙，一直想吃龙虾的，对，就买呀、啊！我们准备要进去喽，跟我来。吉祥物吗？那我们就直接来去取餐喽。这是泰式风味。这边是香茅鸡软骨、香蕉烤饼、泰式香料炒蟹、绿咖喱鸡肉，然后它还有一些蘸酱 ，XO 酱和牛大蛋面、海鲜拉面。喜欢吃烫青菜的这里也有。这个是什么？主厨推荐没有写是什么？芒果糯米饭，我想要吃一点。芒果糯米饭，那、你可以弄漂亮一点吗？请把它合在一起。啊！差点飞出去。这边有现冲牛肉汤。哦，我等一下想喝清蒸的螃蟹跟虾，现煮的姜丝蛤蜊汤，鸡汤茶碗蒸跟土鸡蒸，铁盘烤肉区，然后有一些已经空了，所以烤鱼，对，那个空了都不知道是什么。韩式炸鸡、避风塔、南蒜虾、辣炒年糕、韩式烤肉、泡菜。这边有一些鸡汤吗？麻辣烫、紫白菜、水果、凯撒沙拉、各种生菜，还有烤皮酥跟酥皮牛排。然后什么嘞？这边来点轻食。这边有冷饮跟热饮。啊，那边还有冰多咖啡机。这边有各种饮料。这里还有两种啤酒，这一盘里面只有生菜沙拉，刚看到就突然想吃。它的沙拉里面的菜蛮多，而且那个起司粉很多。OK， 这芒果饭每次看电视都觉得很奇妙，我来试试，就是超妙的。我只想要吃芒果，很特别的东西。它的饭没什么特别的味道，我以为饭会有什么椰奶的香味，没有。就很单纯，就是糯米的，软软的，对、啊，没什么味道。韩式炸鸡，韩式炸鸡一个辣的，一个不辣的，生菜包肉哎。对、啊。好吃吗？是哦。生菜包肉还不错。对、啊，那个肉。下一个要吃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怎么煮煮的？私房菜。感觉应该是鱼吧。哦。它、外面的感觉好像那种泰式的，酸辣，里面好像是鱼。为什么私房菜都不写东西？让你有一点惊喜。这是青木瓜吗？对，不会很酸，还行。刚刚是鲨鱼，有点辣。鲨鱼味道也没有很重，甜的香蕉饼弄到绿咖喱了。哇，尴尬。尴尬啊你！香蕉煎饼好吃吗？一只咖喱味。一只咖喱味。咖喱味香蕉煎饼，是奶油焗烤白菜哦，有最爱哦。你的龙虾来了，好香哦，好吃。好吃吗？龙虾本身还蛮好吃，但它上面那个焗烤的酱我觉得太奶，吃的会有点腻。如果不要那么多酱，或是不要酱，我觉得会比较好吃。各位，你看看这龙虾多大块。完美手势吗？好吃吗 ？Perfect， 夸张。Miracle， 好吃。龙须，玫瑰油鸡、凉拌豆干、奶黄包、秘制叉烧酥、萝卜糕剩一块、肉香莲藕综合寿司、意式番茄沙拉。西班牙米布丁、养生鲜蔬拼盘、金沙野菇、鸡丝通心粉、沙爹综合菇、大豆粉点心、顶上罗汉斋。这有我喜欢的栗子跟地瓜、现切牛排、蟹肉桂松露奶油。
炖饭、白酒、蒜香、西西里烤海鲜、烤凤梨跟玉米笋，凤梨也好妙。对啊，最喜欢的炸起司条、热锅猪脚、炒葡萄柚、海鲜煎饼那一块、韩式泡菜炸鸡披萨、玛格丽特披萨、明太子蟹肉披萨，被吃光了。这个鸭粥超好喝，鸭骨包粥，然后这牌子放反了，酸菜鸭、凤梨苦瓜鸡。是南瓜汤、奶油牛肝菌汤、粤式牛肉蔬菜烧、面皮蛤蜊汤一碗、葱鲜鱼汤。哇哦，好香我的蛤蜊汤。哦，你在喝中央公汤吗？哇，有酸吗？嗯，很赞。我来喝一口，看够不够酸。酸辣了。这次烤鸭夹饼好了，它烤鸭夹饼的皮有点像挂包的皮，稍微有点厚度。嗯。这个饼好微妙，这个饼真的超微妙。饼直接吃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它搭在一起不好吃，要分开吃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人竟然来这边拿了荔枝皮，荔枝超好吃的。这海鲜煎饼很妙，它没有酱哎。你可以沾萝卜糕。啊，真的会觉得吃萝卜糕哎，超像吃萝卜糕。炸的黄包，吃起来像银丝。柠檬蔓越莓果茶，然后另外一个德国啤酒、德国小麦啤酒、德国黑麦啤酒，忘记了。海鲜、黑豆、皮皮小菜、榨菜、干贝唇。今天要吃寿司吗？啊，有味噌汤哦，鲜鱼味噌汤。鲑鱼，好吃吗？嗯，好松软哦。叉烧酥吗？嗯。太正了，点点开始摸摸抓抓，今天先不要。我想吃会，我想要椰奶。我想要椰奶加西米冰心绿豆糕，这个我也想喝，因为桂圆红枣茶，杨枝甘露我也想喝。现做鲷鱼烧哎，蜂蜜跟面，手工饼干，马卡龙，我要吃这个。八轮脆片，黑糖玛奇在准备中，千层蛋糕，黑糖，我要布蕾，奶酪，我跟奶酪上市，饼拿超多，我要巴斯克巧克力蛋糕。左边的长很漂亮，但它没有灯。你要吃什么口味？然后冰的旁边有很多配料哦，超多的，可以自己加。最欢乐的甜点时间来了，吃甜点必备无糖口，好喝哦，超解腻的。对。哦，直接在柜台拿停车币吗？对啊，好哦，免费停车哦。那您觉得今天吃的如何呢？我个人是非常的推荐丰富海鲜味，它的料多，味道种类非常齐全。哦，其实我们真的吃好多，他又喝了一大堆东西，他加甘露啊，哦，他的饮料我们每一种都喝了，真的很丰富吗？好不好？如其名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